7-Eleven 的超商服务项目越来越广泛了，也能够成为观光景点，就要拜可爱的龙猫公车所赐。位在云林西罗镇新路上的 7-Eleven 三井超商门市旁边的空地呢，是停放了一辆龙猫公车，这辆公车就叫做三井号，是真实的公车，外观呢是经由了彩绘改造，色彩缤纷萌到爆，让龙猫公车看起来是栩栩如生。车的内部啊就跟一般公车没啥两样，但是公车不接客，就固定在原地来提供游客参观。一旁的百叶窗墙彩绘的，还有着逗趣的豆豆龙还有小叮当为伴， 3D 呈现龙猫公车爬坡，整个设计非常的讨喜。